我是爸爸。喂，燕燕，燕燕，燕燕，爸爸，你怎么了？说话呀，燕燕，说话呀！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市里。你怎么了？明天爸爸到学校去看你，好吗？嗯。快睡觉，听话。把情况说说吧。啊，警察同志，是这么回事。今儿晚上8点多钟啊，我一进家门也没什么变化。那房子呀、啊，是我一哥们借给我住的，我没事也不常去。您注意，不要啊。后来我一开柜子呀、啊，我才发现这屋里有人来过。我一查呢，我那3万美金、2万人民币、1万多德国马克都没了。哎，最可恨的就是啊，那人啊把我那7幅名人字画给撕了，扔到那马桶里了。还吵什么了？我没细看，我这不来报案来了吗？你路上走多长时间？20多分钟吧。这都11点多了，你在房间里起码待2个小时啊。啊？啊，对啊。我当时就吓傻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。我想了半天，我这才想起报案来。神经病，你去试试吧。先生你好，我可以陪你吗？
哎呀，哎呀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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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气死我了，气死你，在这闹事，哎呀，别打了，哎呀，别打了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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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死你，哎呀，打死你，哎，别过来，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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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姐，我真幸运，能遇到你这样一位关心爱护我的好大姐。大姐，我真想不通，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是一个人，难道你就没遇到一个合适的人？工作太忙了，也顾不了这么多。再说吧，我的感情一直也没调整过来。大姐，我听队里的人说，您的爱人是乔副市长的战友。是啊。你跟我说说吧。怎么说呢？那一年的夏天，我的爱人去执行公务，几天几夜也没回来，我心里特别不放心。可是又一想啊，他可是个非常优秀的刑警啊，不会出事的。可就这样，叶美也逃出厄运，他抓住了坏分子的头目，可他自己也牺牲了，永远的去了。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。我当时就像疯了一样，唉，整个事情我自己担着，实在受不了。大姐，我不该问你的，别难过了，大姐。我每天把工作安排得慢慢的，心里还好受些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睡觉吧，明天还有好多事要干啊，睡觉。亲手做的，对吗？
哎，五万，哎，我爸呀，现在把这儿交给我了。哎，其实我知道，这地方不适合做生意。哎，做健身房啊，我觉得不错的。哎，那女孩啊，我们觉得挺满意的。后来啊，老有那么一些当地的痞子来捣乱。哎，可我知道那女孩不是那种人，我们惹不起他们的，我们也没办法。这回有你大老板罩住她，我们当然愿意了。那你签字吧。哎，行行行，到我办公室签吧。好。这回你们不会换牌子了吧？不会的。大虎，进来。哎，三姐，什么事儿啊？你跟我说，昨晚被抢的事儿，快跟我说说。别，哎，三姐是这么回事儿，那个小子把我们歌厅的小姐呀、啊、点了个遍，最后还是点中了周娜。啊，对，那个小不点儿听着感觉不对劲儿，叫我和二虎啊去看看，在门口一听啊，他要把周娜带走，我们就冲进去想拦住，可是那拦不住他呀，太凶了，打不过他，最后呢还是把周娜无灵带走了。那个人长什么样？说。那小子长得挺吓人的，头发胡子挺长的，壮得像头牛，会武术，我们也弄不过他呀。是黄飞？黄飞，不会吧？他不死吗？我早就说过了，黄飞没那么容易死。黄飞没死啊？快去把他给我找出来。他现在成绩下降得很厉害。上课常常走神儿，今年高考本来他是最有把握上名牌线的，可你作为家长，你都给孩子带来了些什么？谢老师，我想看看他。马上就要下课了，那我就到外边等他。你想抽烟了吧？那就在这儿抽吧。啊，不了，我还是出去吧。那好。是这样，您别太着急。哎，江队长，您看江也来了。谢老师，爸爸，江燕，有些事不是做父母的能够承担的。你爸爸等你很久了，跟你爸爸谈谈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谢谢你啊。你们好好谈谈吧。好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爸爸，你老了。你受委屈了？不，没有，我没有受委屈。爸爸，你是不是怕他们了？爸，我没怕他们。他们怕你。别哭。爸爸，我没受委屈，我真的没受委屈。爸爸，我因为有你而自豪，我怎么会受委屈呢？爸爸，我真的不委屈。我知道，孩子。爸爸，别哭了，燕燕。爸爸。
些都是吗？都是。那个北营村还有地吗？没多少了。哎，我们这儿啊，村长您来了啊！哎，村长您好啊！啊，村长，村长啊！哎，哎，村长，就我们这工期啊，差不多，我觉得啊。哎呦，江队长！哎呦，您好，您好！哎呀，您可真是稀客呀！咱们啊，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见您可真难的。哎呦，您好，您好！哎，贵子。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江队长。哦啊，你好。哎，张村长啊，你还记得我？哎，嘿，记得，怎么不记得呀？哎，我这个人呐，对过去帮助过我、教育过我的人，我呀绝对不会忘的啊。上次啊，我是做的有些过分啊。我已经上上级做了检讨了，哎，我这人嘛，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嘛，啊，江队长，焦贵是我们的副村长吧？他是主管村里的政法和村办企业，是我们村里的业务副村长。江队长，你的大名我们是早有耳闻了，多少次想请你给我们村的治安队讲讲普法教育。听说你人掉到金湾子了，哦对了，这是我们村的治安队队长。你好，方队长。其实咱们早就认识是吧？那会儿吧，没什么文化是吧？不懂法。可是咱呢，咱是为了呢村里的利益呀。可是呢，你说我这工作可能不得当，这就得罪了不少人。哎，您要有功夫，您还真得来我们的治安队，哎，给我们讲讲法呀。张村长，哎，我听说。你们村的支书和会计出车祸自杀的时候，你让包队长在现场拍了个录像，我想看看。哎，可以可以。哎，包队长啊，你去把那袋子找来，让江队长看看。啊啊，看看啊！不是，那袋子不是交给城北分局了吗？哎，交给谁了？哎，就那。刑警大队的那刘副队长，那条子还在呢。那待会儿我这回去给你取去。不用了，知道是谁就行了。哎，江队长，这事儿您可得好好查一查。村里的人呐，好多人都盯着呢。我都怀疑，村里那么多地呀，啊，都经他们手出去。可我接手的时候呢？没剩几个钱儿，我们背后啊，都陪着挨骂和背黑锅呢。江队长，您是这方面的大行家呀，应该给我们好好的查一查啊。嗯，你放心，我们会仔细检查这件事情。哎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哎，走了啊。哎，慢走，慢走。哎，说起这袋子啊。村里是交给我了，那是去年的七月份吧，袋子被他们那个村里的副村长焦贵给接回去了，说是要转录一盘，后来来电话说袋子被火烧了。烧了？哎，刘副队长和我还去查过一次，治安队那间办公室也不知怎么就着火了。他们还说袁代当时就在那间屋子里。他倒是找到了几盘烧坏的残袋盒，这事儿啊我也知道不对劲儿，这火也烧得太寸了点儿。派出所呀也派人查过几次，也没查出什么，这事儿后来啊也就不了了之了。江队，我觉得这个袋子肯定有问题。哎，江队，嗯，刘副队长跟你说过了吧？你在金湾子的时候啊，不是打电话问过吗？是，这个袋子我先带回去。可以，行，慢走啊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江队，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要过来？他们是奔着警车来的。他们对警车倒很敏感吗？
江队，你把两起车祸都提出来，这会不会打草惊蛇呀？这条蛇早都惊了，再惊他们一下，让他们自己爬出来。停车！江队怎么办？下车吧。你他妈怎么开的车？对不起啊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。找死啊你！哎，他刚才已经向你们道过歉了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你们？我们是警察。警察？我们才是真的警察呢！哎，把钥匙交出来！啊，交出来！我看你不像警察，这车偷的吧？是不是偷的？啊，听见了吗？把钥匙交出来！啊啊！哎呦，对不起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北营治安队的，把钥匙交出来，交出来！我想你们真的是误会了，我们是金湾子公安分局的。我们还是市局的呢，就是、知道吗？哼、哎，说，这车是不是偷的？要是偷的，就把你们铐起来。嗯、哎，说。对不起啊，他开车技术不好，你们倒有理由骂他几句，可是你没有理由怀疑我们的身份。这是哪儿啊？我们治安队什么不能管呀、啊？你们一个小小的治安队就那么蛮横，那么霸道啊！你先把这女的铐起来啊！哎哎，我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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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你跟江队说了吗？没有啊，这事儿我怎么跟他说呀？你说江队那个脾气也该改改了，上次他把案件都给我了，他说对升官发财没兴趣。刘局，你说这扯得上升官发财吗？这不顺理成章的事儿吗？我看江队啊，北营的成了他的克星了。哎，给他收拾的办公室他进了没有？没进，王文早把通报的事情告诉江队了。哎，刘局，这事儿会不会影响副局长的任命？很有可能，那总得给一个位吧，总要有个说法。哎，孟队，你不是跟那个张村长挺熟的吗？喝过几顿酒，为江队的事儿我还去过了。村长不在，到省城去了，我就去了治安队。治安队被铐的几十号家属正在村里闹事儿，听说还要到市里讨个说法，正好治安组下来了，做了不少工作。总算把事压下去了，这江队不可能没有理由就考人吧？一个治安队在地方那一片得力比疯狗还凶，就江队那个脾气，他受得了吗？这事儿我问过方子，他说提起来就恶心，没跟我说。他呀，是没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。哎，刘局，要不咱们请张村长搓一顿啊？再看吧，先别和江队说这个事儿。我再和小芳了解一下。嗯，不过我听治安队那个包队长说，江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差点把他掐死。刘局啊，你可不知道，金湾子比想象的还要糟糕。哼，比想象的还糟糕，这说明你们想象的还不够周到。啥时候学会开车的？在金湾子。在金湾子，你可真长本事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一方向性的错误，江队又栽进去了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还不是故意的。再说了，他们那叫执法吗？简直就是一群还乡团。哎，那首先是你们的不对。怎么不对？啊，你要是不把人家的车憋到公路下边，人家会找你们的麻烦吗？我一再跟他们说，我们是警察，我们是警察，可他们呢，连理都不带理我们的。警察怎么了？啊，警察人家就理你啊？我们要真的是一群老百姓啊，嗨，连皮还不给他们扒掉一层啊。哎呀，你把人家车整到路下边怎么整？还得降，首先是你的不对啊。哎，那先有因后有果，对不对？啊，江辉啊，你
你怎么一到关键时候就给我找麻烦呀？你，我找什么麻烦了？什么麻烦？你看看啊，你看，蒋辉呀，我本来想把这件事情给压下去，可我压得住公安局啊？我压得住整个政法口吗？蒋辉呀，蒋辉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呀？啊？你看看你干的那些事儿，你上次吃那个亏，你还没吃够啊？我说你怎么老是在北营子村给我栽跟头啊？啊，人家说你是打击报复，你怎么去解释？给执法人员戴手铐，这是什么性质的事件？你想过没有？啊？哎，你在金湾子那点老本啊，这次算全搭上了。喂，啊，乔副市长啊，哎，情况我都知道了，哎，我正在批评他呢，啊，什么？不可能是故意的，哎，那个车的方向本身就有问题，那司机他稀里糊涂的没看清楚，这跟江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，纯粹是工作上的一个失误嘛，啊啊，对对对，啊。我会把情况了解清楚，我去给你汇报。好。哎，天局又被市里叫去了。江队啊，这金湾子你也灭得差不多了，这金湾子分局要给你记一等功。哎，也就是表面上打得狠了点，哼，你还以为你动得了什么骨头啊？赶紧撤吧，燕燕的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嘿，孟队呀，够意思了，这两天每天派两个弟兄保护着他们母女俩。我现在就是搞不明白啊，你到底是触动了什么人？是走私黄金的，还是贩毒的？江队啊，现在不是邪不压正，而是现在的这个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它搅和到一块儿了，你说，哎，拔出萝卜说不上会带着个什么泥儿，哎，你说像独眼龙、铁头这些帮伙，这算不算属于黑社会性质的东西？可是要想知道萝卜下边是什么泥，就得先把它拔出来。拔出来没错，可这事儿啊，咱们得集中精力干啊，你注意我的字眼，集中精力，哎，得当成个事儿。你现在还没有什么证据呢，怎么当成个事儿啊？一往上走，这就断了。哎，你说你明知道背后是有根线，可就是摸不着看不见。哎，江队啊，我估计你是抓住了一些，明白了吧？哎，可你一个人抓住了一些还不行啊，得一群人抓住，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？刘局啊，你也别给我绕了，我呀什么也没抓着，哼，这不就结了吗？赶紧回来吧。哎，我说，江队，晚上我要请你喝一顿。我非得把你那脑袋灌糊涂了，你，嗨，这常委会也议完了，就要下文了，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又出事了，这叫居功自傲，啊，居功自傲，你知道不？你让我说什么呢？这样的人能够提拔他吗？一个人栽了跟都不可怕。可怕的是在同样的地方栽同样的跟头。他不来见我也好，这种人我不见我都知道他什么德行，刚愎自用，自高自大，自以为是天下老子第一，没人管，特权的意识呢又极其的严重啊，动不动就给老百姓耍威风，其实这就是腐败的官僚作风啊。
公安局怎么的了？啊，你们公安局的车就可以把老百姓的车顶到沟里去？啊，动不动就可以铐人？谁给你这样权利？可能当时双方啊，哎，他都有不够冷静的地方。本来这次调他回来呀，我是力排众议呀。你们局里头也确实需要一个得力的管刑侦的副局长。你看，这现在怎么处理？这个江队啊，毕竟在金湾子做出过很大的成绩。哎，乔副市长，我们总不能因为这点事儿把人一棍子给打死吧？老田呐，这可不是小事情啊！听说那两个背靠的治安队员还要到北京去上访，要不是张村长做工作，这事儿还不知道闹多大呢。这那用不用我们出个面，以局里的名义向他们村治安队道个歉？这个事儿啊，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了，说啥也没用了。嗯，要不是张村长压了一阵子，那天那几个队员就要到市委去闹事儿。我派了几个人了解了一下情况，你看看人家的气量，你再看看你们江队长的模样，你叫我能不生气吗？我这我都知道，要不然再找个机会我出面请一下张村长，让江队呢再做点解释。乔副市长，现在不少重大案件都等着江队长呢，又是用人之际，所以啊，我看我们就别在这些小问题上让他们来回的扯皮了，这样又分散精力又影响工作，绕来绕去的其实还不都是为了工作吗？闹到最后啊，还不都是两败俱伤吗？老田呐，我看这回这个副局长啊还先等等吧。哎，我说你闺女那喜糖我还没吃上呢。嗨，这都是孩子们的事儿，好在我还在这个位置上，我总不能让孩子在这些问题上太出格了。老田你呀，还是有两下子，眼力不错。小孟这孩子不错，有出息，挺能干的，我看用不了两年呢就能接你的班了。我呀，我还真没给他们撮合过。你说我好歹也在这个位置上，我的女婿又在我的手下干，这个外面也有些说法，我还真想挪个地方。我看呢，你只要有能力，人品好，举贤不避亲呢。现实生活中可不是这样，还是避远着点好。没事。任免的命令你们也都看过了，这是组织上的决定，我们只有认真的去执行。孟队，看来这个副局长办你得搬进去。二位局长，我觉得对江队不公平，我还是不搬了吧，让江辉进去吧。哎，现在这个时候不是谁要发扬风格的时候啊，是对你工作的肯定，任命江辉为刑警队长也是出于对全盘的考虑。我已经跟江队打过招呼了，他本人对这个事情也没什么意见。你呀，最好什么也别说，知道吗？你马上把办公室搬过去，啊，你不要再跟我争了。更不要在有些细节问题上争出个谁是谁非来。重要的是要把工作干好。知道了。田军，下午的大会还要不要开？一定要开，乔副市长还要在会上发言。喂，五弟啊，你好你好你好。
他来了，就在城里边。